嗨，我是汉森。Hi，他是汉森，你好。他哦，还没。我觉得好好笑的。台北，台北，好多东区妹妹等着被我抬腿。这是天龙国，天龙国，天龙国，天龙国 ，Say 台北。那些女生每天都为我吃奶嘴，这是天龙国，天龙国，天龙国，天龙国。我是货真价实的带把怂，为何要把这当作批评？我不懂，婊子钞票都往这里流动。我们不天龙，那谁天龙？从大班读的就是双语私立学校，长大每个人都叫我东区骄傲。来自台北，哥有钱就是造，乡下来种田的滚回去不要闹。就在敦南成品对面，东区像是我家后院，信义区的夜店是一座后花园，不同国家的妹子每天任我挑选。去东区大街小巷弄，叫声东区李白让女孩叫声痛。说我是屁孩，她会秒懂，不用挂名牌就知道是天龙纯正血统。除了台北叫北部，其他县市都叫南部，住超过元山站的人都用我被羡慕。没住过敦化南路，也得在东区漫步。再没有就听听这首歌，假装自己蛮酷。台北，台北，好多东区妹妹等着被我抬腿、啊、这是天龙国，天龙国，天龙国，天龙国 Say 台北，台北，那些女生每天都为我吃奶嘴，这是天龙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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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长大我们步调比较快，你从其他县市跑来护照记得要带，这里都是名模小开贵族土豪富二代，就连倒垃圾都用高级的专用垃圾袋，出门计程车是基本，满街都是网红艺人，看到那些骑机车的他们都是外地人，穿着比较精美，拿比较高的薪水，就是要分得这么细，是台北不是新北。走进台北车站我从来都不会迷路，来到东区没钱的人我们不屑一顾，晚上派对夜店我都连去，时间凌晨四点新义卫秀变成停尸街，喝醉爬向三山脚下是李宗瑞的豪宅，去拦截救护车比中指再把超跑撞坏，如果想约会的话可以来四四南村，想要找对象的话你可以试试韩森。好啊，台北，台北，好多东区妹妹等着被我抬腿，这是天龙国，天龙国，天龙国，天龙国 Say 台北，台北，那些女生每天都为我吃奶嘴，这是天龙国，天龙国，天龙国，这样不好吧，就是爱跟风，但是我从来都不用排队，我家厕所比你家透天出整栋还贵，到林森北你会看到林北韩森，进 YouTube 都是屁孩大战女高中生，想吃牛肉面我都带女生去钱柜、嗯、老板洗身挖招待彭大海喝到饱、嗯、想看夜景可以去阳明山，挖好演员刚好让你方便脱掉他衬衫，想放松的话天龙人都去天龙山温暖，泡汤让僵硬不会变松软，大家说人是最美丽的风景，回到家里房间却只剩下发霉的心情，像是做一场春梦，只是你永远不会醒，就连梦中都能闻到台北的废气，台北，台北，好多东区妹妹等着被我抬腿，这是天龙国，天龙国，天龙国，天龙国 Say 台北，台北，那些女生每天都为我吃奶嘴，这是天龙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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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觉得你那句歌词要再改一下，就是不太 OK， 就是说不要去攻击别人、冒犯别人这样。动起，嘟嘟。好。那两个女的怎么还在叫？不知道。拜拜。